大声一点嘛。哎，现场有录音录影吗？等一下我们一起喊 uncle， 那我们录影这样子啊，然后假装这边有两万多人这样，对，而且你们是假装你们是买五千块的门票进来的哦，然后别的地方没有，只有这里有这样。嗯，你五千块是听谁？署名啊，他在台东很有名哎，真的假的？是哦，台东哎，对啊，我出国5个小时才会到的地方哎。车有没有从台北？今天坐自强号过来的多少？800块。哇，真的哦，有位置吗？通常他们都会骗我们说没有位置。对。对哦。而且我们都要故意先台北买到花莲，然后花莲买到台东才有位置哦。对。哎，为什么要在火车上玩那种大风吹的游戏呢？这种日子我们台东人过习惯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要，如果我们要到台北都、就是。买到池上买便当，池上在花莲，然后花莲到宜兰这样，我们要大风吹4次位置，啊这样，然后帮我们反映给那个台铁的，哎呦，他们很好，让我们一直换位置，可以看很多不一样的风景，左边看我看右边，右边看我看左边，而且还有最后一个位置刚好离厕所比较近，上个厕所刚好就到台北，好，啊。这首歌，哎，明明是 uncle 在聊天的呢，都四年了。哎，来那个阿德斯，哎，上来我们最后一首歌快点。好。其实我们 uncle 请我准备6首说。所以我们要看我们那个专辑销售量如何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哎、欸，好好好，这次比较特别的，我们就第一首就给大家，哎、欸，第一首嘞，就比较精彩一点啊。我们阿美族除了能歌以外嘛，还可以上舞，但可能他有机会看，现在因为丰年祭期间嘛，所以看得到很多传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想要说跟得上时代，因为我们是活在当下的年轻人的，我们。我们做一点点创新哦，我们改编一首老歌，对，然后让阿当斯他们来跳。好，那个我们去打造这个200多万的灯光，现在要按下来，对，他们假装他们现在是升降舞台。啊，那个，哎，麦克风要先帮我测一下，哎，等一下先起来，先升上来，拿电麦克风先拿到旁边，快点快点，那都拿到旁边。那舞台下来要。舞台上，舞台下也要，舞台下也要，舞台下也要。好好好，很简单，动作很简单的，啊，好，来灯暗呐，演唱会开始喽，然后升降舞台哦，好了，来升降舞台，音乐下去就慢慢升上来哦。哎，打错了，太少。来，这首歌，我的偶像郭富城的《对你爱不完》。
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呼呼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呼呼，把微笑当作你，把承诺交给你，却怎么也守不住你，我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眼眼眼眼到永远。 So we hel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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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时时点点谢谢去面对。总是这么难，我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念念念念到永远。 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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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时时点点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，我对你爱爱爱爱，我对你爱不完。谢谢，然后还有一首，马上就安可了。啊，没有，一首而已啦，一首六瓶啊。啊，拿麦克风。好了，有，我说我六首嘛。啊，那个其他海选剩下来的，那个阿东啊，阿东啊，全部上来，快点，来，过来。